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清水这里的一个集团店，叉叉区。然后我们来这边发现，目前好像是这近一两个礼拜而已，非常夯的一个商品 ，AirPods 放大版，就大机，干那大机呢？有没看过这么大的 AirPods？ 你这是莲蓬头哎。对啊，但是我们会选择打这一台，是因为看到它的雷宝，我们吓一跳。你看，保价1200，雷宝930，只差270。怎么打都划算，我看能不能做球了。那前面已经有人打900多块打出来，那有可能难度真的非常高。来这边乡下的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试了就知道。我去换个500块就够了，500块就可以拿到货了。哎，对。不是很好甩，不好录哦。嗯。然后这边都咬死了，我打3拍吃不到，那打2.5呢？哦，它时间30秒啊，让你甩到手，哎，一样是原地呢。对啊，甩不出来，想办法看能不能做这一只。哇塞！会不会我这300块就这样子在那边摸？对啊。哇！哇塞！听说这个有的是有盒子，是不是？嗯，有的有放盒子。这个还是应该是有豆盒。哎，好像可以呢。我好像可以打个2只出来哦。那这只粘太紧了，这只要把它，这只要夹走。原封不动。对啊，现在最麻烦就是这2只。哎，有出去一点点。差点出货！哎，我刚勾到那个膜里面那个洞，哎，对啊，啊，现在要知道怎么扶，尴尬哎。可是我现在手又怕它会不会直接出来？对啊，溜了穿。如果有扶的话，对啊。它的甩幅很难甩出来，但是甩出来就很大。等一下左右盾这边一只，正门上甩下一只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快发了？差110，没问题。因为我发现他好像没顶到20公分就放走了。哎呀，只开枪走，没有开中走。有可能哦。我是要把这只甩出来。叶子原地哦，原地下走啊。有啦，有一点点甩。原地下走。有啦，有一点点啦。一脚摸到。还是直上一下擦得到。差不到，你都在甩，我们刚子上现在甩不是一模一样哎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都是原地。好可怜。哎呀，可不可以扒一下？甩不到啊！现在是要做什么球呢？喜欢跨趟呢？对啊，一打，啊呵，
大家怎么办？夹娃娃。夹娃娃。我们保一个1200，然后夹他夹他的娃娃。叹气。对啊，台子会很爽。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保夹力道跟原本的力道好像差不多。没有开到全开的，对，但他原本就全开了。原本就全开了，感觉力道就一样啊。而且现在不能一直玩了，我怕他会热走。热走要不要？对啊，完全完全不符。就要冷保也保不起来。他要插得很准啊。这样子起来了，起来了啊！夹他这个头。你这样慢慢做球应该是可以的。它最好是那颗大颗的挂在，对挂在上面，还是就这样子啊？是啊，弄进嘞！哇吼吼，这个出货声，那行，我们再想办法。你不啊？他没有盒子，这样摔下去不是会坏？不知道哎。哎呀！有，有，吼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吼！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。啊，那一只不好入手。除非在那甩过去，刚好三爪进去。哎，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就很好扶了。甩松了。没照底啊！哇，看，他躺这样子，头在前的话比较好打。对啊。头在前，嗯，头在前。哇，尴尬了，放弃，果断放弃吗？果断放弃，两只就好。那我有没有想要打三只，两只我，一只中抽奖，不然我再试个50块，好，没出来就算了。对啊，而且它会一直滑掉，所以会打到900真的不是没原因。是这样子，滑着滑着就900了，一直没办法撸到爪。哎，这角度50了嘞，真的吗？放弃，最后20，最后20了，夹尾巴。扶起来，跨烫，跨烫，跨界烫，跟他打磨，大甩，有点险，这甩扶，啊，两爪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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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跑掉，哇，哇。要拍！要拍！呀！三只，三只，真的是三只，碎啦！好巨型 AirPod， 啊靠嘞，它只有右耳啦，它没有左耳啊，这一只酷，哎，那就没得挂嘞，只能挂单边，来挂单边。这一只酷不酷？这么大只的 AirPod， 那我们这次打三只出来呢，就是为了要抽奖，抽一只送一只出去。对，那我们这一次抽奖就抽一只，这一只放大、巨大化 AirPod 送给大家。那抽奖办法一样会在 PIN 网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